双脚并拢，平躺于地面，双手手掌朝下，放于身体两侧，用腹部肌肉将两腿抬起到地面垂直，将两腿继续向头部方向逐渐放低，保持这个姿势尽可能长的时间。在平躺时吸气，在弯曲身体时屏息，在保持最终姿势时平稳呼吸。禁忌：患有疝气、椎间盘突出、坐骨神经痛、高血压或任何严重的背部疾病，特别是颈部关节炎的人群不可练习此事。慢慢回到起始位置，在回复起始位置时屏息。顺序：如果可能，在练习完肩倒立式后立即练习此式，在做完离式后可以接着做余式来进行调和。